下面一题请出题。俗语水仙不开花，意思就是装蒜。请问在装蒜的典故里，人们利用尚未开花的水仙做什么事？ A 挽回妻子， B 讨好皇帝。请作答。哦，又有一个人不一样。微雨就觉得挽回妻子这个装蒜好像关系有点远，感觉这个应该水仙花应该在皇帝面前献，那讨好皇帝感觉上是。叔叔，我有看过这个典故，应该是我记得是夫妻之间，就是但我忘了那个历史人物是谁，但他跟他老婆也很聪明嘛，所以他们两个就一直用这种暗喻的东西来回，好像我记得是这个故事，他们的情话啦。对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第一，讨好皇帝。哇，冒险！其实呢，装蒜的由来是乾隆皇帝。我被你说服了。乾隆皇帝有一年春天，他到南方出巡，然后看到田地里面哦，青蒜长得绿油油的，他就说哇，这个长得真好。那隔年他冬天又要再去巡查，可惜根本就不是青蒜的季节嘛。但却有一个官呢，他为了讨好皇帝，然后他就叫人啊，把许多水仙种在一起，远远的看就很像青蒜。那乾隆来啦，他看了之后觉得啊，还是一样美，赞美了一番，还把这个官升官了。那从此呢，人们就把作假当作装蒜，装蒜，水仙装蒜，水仙跟蒜很像，你看啊，哎，加一千。最终这一轮是他获胜24000，请到微雨的账户。哇，太厉害了！34000啊，来，请回来。我们还有一轮，第三轮的第一题，请出题。牙医建议，一般人每半年至一年洗牙一次，请问洗牙后牙齿会有哪些状况？ A 牙缝变大， B 牙齿变敏感。请作答。只有我已选择牙缝变大，来，请说。因为我觉得牙医应该是要鼓励大家去齐牙的，如果洗完牙之后牙齿变敏感了，就有反效果。那牙缝变大，但是当下你清洁完之后，实际上状况牙缝是变大，你会感觉很空，因为牙结石都洗掉了。对啊，你会觉得哎呦，那么空，你久而久之又慢慢又有牙结石。maybe 是这样。对，所以你光洗完的时候，的确是非常空荡荡。但是会到这样变大吗？可是变大这个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亲身经验是，每次洗完牙之后，感觉要漱口的那一刹那，都会觉得酸酸酸的。那就说拿来吃冰看多好。对啊，可是那时候，我自己没有这种感觉，但是每次洗牙的这种感觉特别明显。我觉得如果要牙缝变大的话，那牙结石必须得先大到会把你的牙齿给撑开。是，但通常比较不会。那因为平常就会有很多的口腔的一些有的没有的包裹住我们的牙齿，然后当它洗掉的时候，哦，突然变成一个很赤裸的牙齿，当然会比较敏感一些。是，正确答案是B， 牙齿变敏感。其实呢，我们洗完牙之后呢，牙齿就没有那么容易发炎了嘛，那牙龈就会回到正常的情况，变得比较没有那么肿，所以牙齿呢，牙根暴露的地方就变多了。那接触到酸的地方，那当然你会觉得特别的有感，那就是你的牙齿变敏感了。请大王休息一下哦，静待佳音啊，来，请加4000，加油啊！哎，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雷公是专门打坏人的神明，请问台湾民间传说当中，雷公为了报答救命之恩，所以不会伤害做什么坏事的人？ A 偷东西， B 偷情。请作答。不会伤害什么样的，对，不会去缺了这个题目。请作答。那如果是这样选 A 的人，就说啊，偷东西不会遭到天打雷劈哦。选 B 的人，偷情人不会遭天打雷劈哦。我觉得以前大家道德感都很重，所以那时候还没想到这一块。大家可能三从四德啊，这个对耶。然后，可是偷东西天打雷劈，这个都是大家都知道的东西啊。然后偷情天打雷劈没听过，对不对？对。还树海。感觉上、因为他。为了报答救命之恩，搞不好偷东西是帮他偷的啊，所以他不会去
惩罚偷东西的人。还是他去偷情？雷公吗？怎么做到的？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 偷东西。这个典故呢非常的有趣哦。雷公呢他有一次啊无意间闯入鸡笼里面，而鸡笼里面晒着一条坐月子的女人的内裤、那传统在中国里面呢，坐月子的女人内裤其实是污秽 的，那间接呢就让他失去了法力。刚好呢这时候有个小偷，他要到这个产妇家偷东西，发现没什么好偷的，来偷他们家鸡好了，就把鸡笼打开，无意间就释放了被关注的雷公。所以雷公为了报恩，从来不会打雷到小偷的身上。这一定是小偷编的，也太奇怪了吧？这个那他有他的典故啊，有什么办法？而且还坐月子的内裤，这也讲太细了吧？对啊，来加1000，这是第三轮了哈，5000块，请到舒涵的账上。那个院长，请回来。我们请香妮来好好宣布一下这三轮下来的结果。是的，嘉怡姐14000，陈医师34000，佑力8000，多多哥10000，尤医师13000。最后恭喜院长成为我们获胜者，进入最终决战 Battle ATM。来，恭喜院长！来，谢谢这个提款卡请拿着哦啊！谢谢高哥。总共是34000块，请插卡。金库请开门，里面有34000的奖金，但是先通过我们的密码来，请。有两个密码哦，分别是总笔画49画的“明年想买太空梭”，或是总笔画29画的“硬要整成蔡依林”。想买太空梭，痴人妄想，异想天开。对啊，对。我应该是选择那个29画，硬要整成蔡依林。马上就看成一个笔画少，对不对？想要整成蔡，硬要整成，强人所难啊！异想天开，强人所难，对，又来。但是对他可能很容易啊。对，易如反掌会不会？对，因为平常的工作可能就接触到类似的要求。对，所以你的四个字会用什么？我可能会用简单的易如反掌，不会讲异想天开了。哦，异想天开就是让我们觉得好。对，来，请锁定，硬要整成蔡依林。好，那明年想买太空梭，到底是哪四个字成语49号没选？来，请公布。好高骛远。还好没选这个的，就不用看了。49号，那我们来准备出题，来笔拿起来。待会先消除写字，再打密码，好不好？记得这个程序啊。60秒尽量抢，因为剩下的秒数还可以改。OK， 给，请出题。吹毛求疵，简单呐、计时开始60秒，清楚写字。笔画。毛。清楚。清楚。先清楚再写字。3、4、5、6、7。哇，这个字怎么会这么简单让它写？清楚。3、4。笔画。笔画。好，确定。停。用几秒？40秒。也就是，如果是错的话，你还有20秒可以改，但我不会告诉你是哪个字错。来，密码。07-04-07-10。对或错？计时20秒，计时开始，请改。你说改哪呀？好。哇，那边20秒是会过哦。9。好。8、7、6、5、10，好，剩下4秒了。密码。07-04-07-11。对或错？哇，今天这次不得了，破财日，破财日！哇，大家都太厉害
真不好意思，这个是34000哎，你看到没有？不好意思，真不好意思。我们行库要破产。真的，行长还真的破了行长。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有今天卖了一些股票。吹毛求疵，我们看正确答案。他写成彼。哦。啊，他是一个此地无银的此。它分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之类的，就分开这样。哦，是哦，误打误撞，恭喜您，谢谢，谢谢广州，谢谢。哇，真的是吹毛求疵啊！啊，对，那个好高骛远就是眼高手低啊。对对对，对，但像他运气很好啊，你看，我们这几集。水逆啊！对，节目水逆有狂送。对，但是我们很开心啊，大家有本事来拿奖金。是，我们开口就讲了，我们智慧未来银行这个现金很多嘛，大家用智慧来提款啊，也实现了，恭喜你34000啊！恭喜！谢谢大家今天参与，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， 把智慧变现。谢谢。谢谢ATM, who dares to battle? 拜托 ATM, 谁敢来 battle?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，等你来 battle。